今日我哋直踩先去闯生会参加比赛，晏昼再去航海学校去睇呢个开放日。今日咧，我哋又嚟到闯生会中学，咁啊嚟参加比赛。咁咧，其实喺张面添隔篱嘅啫。我哋而家揾阿张 Sir 入去。张 Sir 你好，带啲后生嚟。诶？批到未啊？这个开到批到未啊？批到啦吓。好开心喎、啊，真系。即系有啲咁嘅活动，其实真系大家都好开心啊！比赛，呢个即系科技创作比赛，每间学校攞啲成品出嚟，咁其实当系一个比赛，亦都当系一个 sharing 咯。青年科技集作嘉年华，深水埗青年科技节。係啊係啊，都係用阿磚爐嘅啫，其實冇分別嘅啫，都係嗰啲嘢。Thank you.
開就做到唔使停手啊！有得玩就得。但我知我都準備停啦。點啊？即係老人家想知有專業，但係佢又想聽古蹟嘅音效咧、音樂啦。咁啊，都係誒，尋找一個古蹟嘅感覺，因為好難翻中國。音樂在伴奏的時候，可以聽到音樂詞的聲音，增加你的音樂氣氛，有沒有興趣看？好了，完了，給了分了。首先非常抱歉，我由頭到尾都打出咗你哋嘅校名㗎，十分抱歉，我會翻去修正嘅。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得獎嘅同學係 S202 組自動化樂器。好啊，喂嗱，我哋讲下嘢，庆功宴啊咁样，耶耶，啊立晒人哋啲奖，立晒人哋啲奖，都系立唔算立得多噶啦，我哋。